OK，好。接下来一些常用的术语，MD 是 misdrop，也就是失误或放错的缩写。那最近大家可能很熟悉的马里奥，他创了一个 Mino District 论坛，他的缩写也是 MD，这故意的啦哈。那 Mino District 它有一个中文讨论区。在这里你也可以找到我，这个是我的用户名在这里。OK，这个是 Mino District 网址在这里。OK，好，DS 不是任天堂啊，哦，DS 全名是 Downstack，Down 加 Stack，Downstack 是往下削，是防御的意思。那为什么往下削要有一个特殊的名词呢？因为其实这个字很好用，我们说哦，这个人的 DS 很强，还是说啊、哦、你很高了，你要赶快开始 DS 等等，所以已经变得有一点像是专有名词了。那它的相反词的话，那当然是 stack，像是 ST stacking 的 stacking 啊，stacking 进行式嘛哈，up 或是 up stack up 啊，down 的相反。是往上叠，这一样都是在讲战术的时候会用到的字啊，像是在讲攻击和防御的时机等等啊，会用到这些字。好，接下来一些看起来都很像的这个缩写，TPM 是 Tetraminos per minute，APM 是 Attacks per minute，LPM 是 Lines per minute，APL 是 Attacks per line。那这些都是速度啊、攻击力跟效率的指标，每分钟放下多少方块啊？每分钟攻击多少？每分钟削多少行？和效率，效率的话是你平均每一次削行的时候送出多少攻击？那当然效率越好的话，就是削少行，可是做出很多攻击这样子。OK，那哦对了，TPM 有时候也会写成是 PPM，pieces per minute。有时候我们也会用每秒来算啊，所以像是 TPS 是 tetraminos per second。不对，这里其实比较常讲 PPS。pieces per minute, pieces per second. OK，好，最后 finance 是金控，finance 金控的话是金控是我自己发明的词啊，哈，金代表的可以是精确或是精简等等，可是其实 finance 这个字在英文术语来说的话，并没有这个精简或是精准等等的意思，它纯粹的就是指。你如何控制你的方块这样子？不过我觉得，如果你要讲是你怎么按，既然都要讲你怎么是怎么按这种东西都要讨论的话，那应该是，跟这个想要精简化有关，所以这是我的反法。OK，好，那最后呢，这些是目前比较主要的俄罗斯方块游戏。TBTF、TOP、Nopomino 跟 Coaches。TB 那当然就是刚才看到的这个在 Facebook 上面的游戏了。那 TF 的话，TF 是 TB 跟 TF 都是官方 TTC 他们做出来的产品。Tetris Friends 的话，网址在 tetrisfriends.com。跟TB 有点像，那一般最常玩的是一般高手最常玩的是 Arena 啦，其他模式比较没有那么重要。那 Tetris Friends 的话，有时候你也会看到有人叫它 TFO Tetris Friends Online，不过一般全名我好像比较少看到 online 这个字。
哦，这边 Tetris Friends Online Games，所以简称 TF 或是 TFO 都可以啦。OK，TOP 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看，因为我在 Mac 底下。不过它的全名是 Tetris Online Poland，它其实是作者呢拿之前现在已经不存在的 TOJ Tetris Online Japan，然后它逆向工程破解了伺服器，所以现在呢，他然后在这个，所以他在他家乡，也是波兰，他架设了自己的 TOJ 伺服器，非官方的伺服器，然后网址在 online Poland，网址在 tetrisonline.pl。在这里，你可以下载游戏，可以注册账号等等。那基本上你下载的游戏呢，就是之前 TOJ 的用户端的程式，然后连到 TOP，连到波兰的伺服器这样子。所以，据说，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一般日本的玩家并不是很喜欢 TOJ，有点可惜了哈。NPM。其实，现在不常看到这个缩写，倒是全名比较常看到，或是就 NOPPO 作为它的缩写。NOPPONINO 呢，可能是目前最专业的俄罗斯方块游戏。我可以先打开这里，OK，所以直接搜寻 NOPPONINO 就可以找到它。NOPPONINO 在这一款游戏叫做 NOPPONINO。这一款游戏，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模式，然后有非常非常好的制定的功能等等。那很多练习模式的话，都是NOPPONINO 是最棒的。然后它也是，所以 TB 跟 TF 都是。网页游戏嘛，好，TOP 虽然是要下载他们的用户端的程式，可是一定要上网才可以玩。那 NOPPONINO 的话就是真正的单机，不过它也是有连线模式。好，最后 Cultures 2跟之前这些游戏是风格蛮不同的，风格蛮不同的这个游戏。我觉得他做的蛮精美的哈，不过他是连击combo 为主，然后总之就是很不一样啦。也许我们以后可以来讨论一下，可以来介绍一下。好像少讲了什么东西啊？combo 的话，日本玩家会称为了 ren。如果你在 TOP 的玩的话，他们不叫 combo，叫做 ren。好，我想应该，我想讲的都讲了哈，所以这不是一个完整的术语列表啦，希望，这里面，刚才有看到蛮多，以后还可以拿出来讨论的东西，那我们就，好，到此为止吧。那我们下次再见。